你的英文听力好吗？听到哪个单字呢 ？Word, word, word。赶快投票哦！稍后进行教学。我是 Sophia 老师。你的英文听力好吗？解答。大家好，我是 Sophia 老师。你选的是哪一个呢 ？Word, word, word。如果你选对了，代表你的耳朵可以去辨别两者不同的发音。但是大部分非母语人士都会念得一模一样哦，两个都念成 word。对初学者就会有点难。因为初学者是没有办法理解完整的句子，都是在抓单字，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误会，或是别人可能误会你在讲什么。比较看看两者的发音差异 ：word, word, world, world， 多了一个 o 的发音哦。word, word, world, world， 所以其实是少了一个音哦，把那个音念进去吧。还有没有其他易混淆的单字组合呢？留言区告诉我，答对了吗？